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页，记诵第七大段。第十九首即看起啊，第十九首，若犯四时，当愿众生禅悦为食，法喜充满。这个是托钵回来之后用斋的时候，也就是在中国呢习俗里面的过堂啊，这个大家呢在一起吃饭啊，托钵也是这样的，托回来之后要在一起吃啊，并不是托来之后啊，随便在什么地方就可以吃了，这个就是失去了威仪了。佛弟子言行举止啊，无非都是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有规有矩啊，那么教导社会大众一定要守法，要守规矩。那么规矩里面，在我们一般来讲呢，国家的法令规章、社会的风俗习惯啊，都要遵守。中国谚语常为常说啊，家有家规，各有各法啊，礼记里面教人入门问讳啊，到一个人家去，首先要请教他家里有什么忌讳啊，那么这是每个家里都不一样的，是话不能说错啊，这古时候规矩，那么现在这些规矩都没有了，礼也没有了，规矩也没有了，所以称之为乱世啊！啊，所以很多这个同学们感叹啊，子女不好教啊，什么原因呢？没有规矩吗？怎么个教法吗？啊，学校老师是学生不好教，学校也没规矩啊，虽然定了一些规矩大家都不遵守嘛。啊，佛门现在也不例外啊。啊，佛门规矩实在讲啊是非常严格的，现在也没有人遵守。世间乱，佛门里面也乱啊，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知道啊，那怎么办呢？他乱我不乱，他不守规矩我要守规矩啊，守规矩心才安呢、啊、谚语所谓是心安理得了，道理明白了，心安了，啊，自己做自己的。最重要的，人在世这一生的目标啊，要提升自己。啊，昨天我们内部同修的共修，
我们引用释法佛法啊，这些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有见识的人，有道行的人，都告诉我们呐、人没有生死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人不过是借助这个肉体，啊，在这一段时空里面，这个时空都很短暂。度过这一生而已。啊，至于为什么要来呢？佛说得好，到这个世间来，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六道众生，业力感召来的呀。啊，业力来受生。你过去生中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这一生过得会很快乐。啊，如果是过去生中恶业造的，那你这一生来受苦的。啊，所以同样是人呢，啊，在这一生当中遭遇不一样。富贵贫贱啊，吉凶祸福不相同啊，这业力啊。第二种呢，第二种是众生有感啊，他应化来的，这是佛菩萨啊，他来干什么？他来帮助苦难众生，他不是业力啊，他也舍身受身了。住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啊，那是缘。换一句话说，众生感这个力量，感的力量强啊，他来了；感的力量微弱的时候，他就走了。啊，他不是业力，他是愿力。啊，你看每一个修行人。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天天在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天天在发愿啊，所以众生有感，他当然要来啊。除这两种原因之外，没有第三种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所以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啊，身。有生死，灵性没有生死啊，这个要懂啊，灵性才是真正的自己啊。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呢，啊，即使在六道，在三途，都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不生不灭是讲灵性。生灭了，是讲肉身，讲色身。啊，这个一定要懂得。所以色身不值得留念。啊，众生造业，为什么呢？都是为色身造的。啊，生生世世啊，没有不造业的。啊，那么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生生世世都在修行啊，在哪里修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啊，无时无处不在修行啊。你看这个一百四十一愿啊，那么这是吃饭的时候。祖师大德们常常说啊，吃饭端起碗来，你会吃吗？
那是哪个不会吃呢？意思不在此地。会吃，吃饭也是修行，吃饭也在用功，功夫没有间断，这叫会吃。啊，不会吃的时候，吃饭里面起贪嗔痴慢，啊，动七情五欲，这造业呀。啊，轮回心肯定就造轮回业。啊，如果是菩提心呢，那决定是修行。啊，可见的事没有两样的，这叫事事无碍呀。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啊，吃饭怎么个修行法呢？佛门里面，你看过堂的时候，啊，维闹斯在念呢，十寸五贯。啊，你吃饭的时候，至少啊，有五个问题啊，你要想想啊。啊，第一个，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啊。啊，即使你想一想，啊，你有多少功德？啊，想想自己有多少功德。啊，想想啊，这一餐饭的来处。前面我们也读书过，托钵的时候也提到过啊。啊，所以托钵是你托的这一钵饭，这一钵饭来处不易啊！啊，多少人辛辛苦苦的供养，我们这一餐才能享受这一钵饭呢？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想想？常常这样想，就知道报众生恩。啊，报恩呢，一定要知恩，不知恩，这个报恩的心怎么会生得起来呢？啊，要能常做如是观呢，你对于所有一切众生呢，一定有尊敬。啊，一定有爱心。啊，对一切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全心全力去伸出援手。为什么呢？彼此有恩嘛。啊，这一钵饭从经典来说，煮饭的人有恩，啊，如果是在寺院庵堂，我们共修的人众多，啊，煮饭这个厨房不止一个人，有切菜的，有炒菜的，啊，在从前这个炉灶烧火的，啊，有专门烧火的，啊，不是一个人啊，啊，没有这些人通力合作，这饭菜从哪来？啊，这是厨房里面这些干活的，通通都是恩德。啊，再往远处想呢，那米从哪来的？菜从哪来的？油从哪来的？盐从哪来的？越推越广啊！啊，种田的农夫啊！啊，隔道的农夫啊，
舂米的农夫啊，啊，种菜的农夫啊，啊，你也是想想，还有运输的，你就知道多少人替你服务，怎么会没有恩德呢？啊，少一个环节，这个饭菜就得不到。啊，然后你就想到啊，人生活在世间呢，确确实实如佛法所说的，依种靠种。啊，我们每天生存、饮食起居，要依赖广大的群众啊，人人为我，我有什么为人人？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你想到这些就知恩，然后你才知道我在我自己这个岗位上应该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报答他们呐！这叫报恩呐！啊，那么佛弟子出家了，不从事于生产事业。在这个社会上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事业，这个行业也有很多啊。啊，但这些行业呢，社会上不能缺少的。啊，佛弟子的行业是什么，你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是教学啊。啊，学佛，佛是释迦牟尼。你要想想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一生干什么？教学。啊，求学教学。啊，19岁，抛弃了家庭。放弃一切求学。30岁成道。那我们讲的是毕业。19岁到30岁。我们中国算的时候是年头代为12年。他这个12年是寻思访道啊，道也成就了。成就之后啊，这一生从30岁起到79岁啊，他老人家79岁圆寂的啊，这个49年呢，从事于教学工作啊，教育工作。那教育重不重要？重要啊！所以老师没有从事生产事业，老师的生活学生要照顾啊，确定是有义务要照顾的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肉身得罪于父母，对父母要孝顺啊，父母养育我们，父母老的时候我们要照顾父母，要回馈。除了生命之外，我们还有个慧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常识，我们的能力从哪来的？从老师那得来的。
所以对老师要孝顺啊，对老师要照顾啊。啊，老师照顾我们一家，我们一家都要照顾老师。啊，为什么呢？彼此有恩德嘛。啊，所以在没有成这个没有成就之前，学习，认真学习，这就对的。学成之后，啊，教化众生。啊，这是头一个要想到的。啊，第二桩呢，要想想自己的德行。我有多大的德行，能接受我供养的。人想到这个地方呢，这个谦虚恭敬的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啊，世尊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那世尊这是大德大能啊。啊，可是他每一天接受的在家信徒的供养，一钵饭而已啊，没有多接受啊。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接受这个信徒四世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现在还有房舍啊，还有财物啊，这个是佛决定不许可的。那我们要晓得啊，佛不许可的我们怎么办？我们接受了，把它用作佛事，就正确了。可不能自己去享受，自己享受那就有过失了。你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历代祖师大德，对不起佛教，也对不起众生。啊，佛事是什么呢？今天的佛事啊，总不外乎两桩事情。一个是弘法利生，一个是培养积起的弘法人才。这两桩事是大事啊。啊，佛常讲的大事因缘。啊，这两桩事情的这个基础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那是什么呢？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确实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啊，我们学净宗的是比较殊胜一点。啊，障碍比较少一点，待业往生呐。啊，偶业大师讲得非常好。哎，能下下品往生，就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啊，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斋主。啊。债主来供养是修福的，你真正往生了，这个福报啊
回向给他，他就真能得到。啊，那试问，我们自己这一生有没有把握往生？啊，这个问题我们在讲席里面讲得多啊。啊，什么人有把握往生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对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留念了，一心向佛，啊，就决定得生。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的啊，要读诵啊，要理解，要依教奉行。啊，自己有这个把握，然后你再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再做培养人才的事情，那你应该做的。啊，自度而后啊，要度他。啊，自己没有得度，那就是什么？讲经说法的时候练习，练习过去。我们老师教我们，只能在家里，不能出去。啊，在家练习。啊，那我老师是在家居士。啊，那么在家人有两个道场。啊，一个慈光图书馆，一个是台中莲社。啊，那么我当时是住在慈光图书馆。啊，不准出去去讲经啊，不可以啊。啊，学的也差不多了，也可以出去讲了，老师限制。没有超过40岁不行，年岁太轻，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怕你经不起诱惑，一接触外面境界你就退了心了。这种情形自古以来就有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以前是什么环境，现在是什么环境。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50年前呢，啊，现在50年后，现在的社会，比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的诱惑力量，至少要增长10倍。那么现在40岁的人出去行不行呢？很容易迷惑，那怎么办呢？再往上提升50岁，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想想，唐朝悟达国师，悟达国师几岁出来讲经呢？这个传记上有记载啊，他出来讲经的时候14岁，沙弥。沙弥讲经比丘听呢，那聪明绝顶呢，这一代国师啊，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天才儿童啊，也真有福报啊。你看慧能大师24岁开悟，还要到猎人队里面去躲避，躲了15年才出来。啊，所以慧能大师出来讲经的时候40岁啊，啊，那是已经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啊。你看他们给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不要说是这个古代100年前的社会，比我们现在淳朴多了。啊，我常常感叹呢，我们这老同学们都熟悉啊。啊，30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香港人比现在呀厚道的多啊，淳朴的多啊。所以我们想一想过去，再细心观察现在，啊，自己心里要明了，啊，里面贪嗔痴的习气很严重，外面诱惑力量这样强，自己要约束自己，啊，我经不起诱惑，不出去。这是对的啊，六根在六尘境界如如不动，行啊，那就应当要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啊，哪个地方勤都可以到哪里去啊，给人做最好的榜样啊，这个最好的榜样是什么呢？决定没有明文力量。啊，这个讲经说法对人总是要尊重要恭敬啊，一般不守皈依，不接受供养啊，信徒要求传授三规，请道场的主持方丈请他来主持三规啊，我们讲经的法师不做这个事情啊，所有供养呢都要供养常住啊，一分钱不拿啊，常住顶多供养法师往返路费啊，这个往返路费通常我们都不接受钱财啊，那么坐车的时候你买往返车票啊，坐船你买往返船票就行了，你这才能给别人做好样子啊。你的发愿就很殊胜，每个地方都很乐意请你啊，如果你到处接受皈依，到处接受供养，请你的那些道场下一次不敢再请你了啊，为什么呢？请了你，我的信徒被你拉跑了啊，供养被你带走了，不请。道理要懂，处处要做好样子，想一想释迦牟尼佛怎么做的，我学着要跟他一样啊。世尊当年在世也是到处有人请他讲经啊，足迹遍五印度啊，因为佛那个时候交通都是走路嘛，啊，所以接受的供养的时候就是
饮食啊，衣服、卧具啊，生病的时候的医药，除这个之外，一开都没有。这我们一定啊，要清楚，要明了，要学释迦牟尼佛依教奉行。啊，那在今天虽然是接受的供养多了，一定要常常想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德行，能不能当得起。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还。啊，总要记住。啊，第三，防心立过，贪等为宗啊！啊，起食的时候，啊，这是我们现在不起食了，每一天接受供养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增长贪心。啊，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不可以。现在我们吃饭也要做什么呢？要做托钵香啊，每一天就三餐饭啊都要做托钵香。托钵是要给什么吃什么，没有选择在这个里头生清净心，生平等心，生感恩的心就对了。啊，第四个呢，这就是说你应该要接受。啊，为什么呢？这是正事，这是良药。啊，我们自己修学要这个身体，我们要办佛事啊，这个佛事诸位要记住，佛经里面常常讲佛事啊，不是搞金蝉，不是做法会，现在一讲佛事啊，就是金蝉啊，就是法会啊。佛陀当年在世，佛事是讲经，是教学啊，他没有别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金蝉超度，没有啊。为什么呢？饿鬼道需要超度啊，佛现饿鬼身到他那一道去教化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现人道里现人身是度人的，这人不能用人身去度鬼啊，要度畜生呢，一定现畜生身，跟畜生在一起。诸佛菩萨通通是这样的，人也不会去度畜生啊。啊，现人身决定是度人呐、啊，这个不能不搞清楚的。啊，所以佛事是自己学习，这是佛事啊，自己学习是自觉，教学是觉他啊，实实在在讲呢，佛教是跟现在学校教育完全相同啊。世尊一生49年所作教学嘛，啊，讲经300余会，啊，我们现在讲啊，办活动，
办教学的活动，那个会就是办活动啊，一生当中300多次啊，49年里面办300多次啊，每年办很多次啊，这个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时间有长有短，不一定啊。我们今天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大的活动时间就很长也不一定在一个地方你看像华严经，华严经是摄处摄会处所不一样，在10个地方换10个地方办了10次连起来这就是这一个大的单元，一个大的单元分这么多小段呢，这个是39品呢，每一品在小的说着，每一品就是一会那么像这个宝积经，大宝积经，诸位知道大宝积经里面一共有49部经。那你就晓得他那一个单元里面至少是49次这个讲座也不是在一个地方，也不是在同时大集经里面有17部经那你就晓得那是17回17次时间地点也不同，这叫大单元。那小单元像阿含里面有一会就是办一次的一天或者是更小的半天这个我们要知道佛这个办班教学因人因事因时而定并没有固定的像我们现在从外地又来的一些同学，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我们特别给他办个班给他讲2个小时上这一课替他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问题有共通性的，还有许多人也有类似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要办班呢？原因你就晓得了佛陀慈悲呀，有教无类呀，无论什么疑难问题你去请教他，他都会给你讲解而且讲解都是公开的都很多人听因为这个世间你有这个问题别人也有所以我们为这个正事，为自己求学，为自己将来教化众生那这个事这一波饭应该要接受你没有身体，你自行化它就不能成就我们为要成就自己道业，要教化众生，
所以这个供养是应该要接受的。啊，这个是吃饭的时候要想到啊，我们从这首偈引申出来啊，在现在一定要懂，凡是接受供养都要能够想到我应不应该接受这个供养。我具不具足条件来接受这个供养，一定要想到。这个供养是很难消化的，我们讲消受啊，很难消受的。啊，真正为了成就自己道业，为正法救助，为弘法利生，没有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接受。成就道业，这句话要记住，道业里面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五欲六尘，没有贪嗔痴慢，这是道啊。那夹杂这些东西，这些观念在佛法里面讲呢，这是轮回心，凡是轮回心做主啊，无论做什么事业全叫轮回业啊。我每一天读经，每一天念佛，每一天教化众生啊，为人演说，可是我的目的是自私自利，是求名闻利养啊，我贪嗔痴慢没有断，这个还是轮回心，做的是佛教的事业啊，教化众生不错，很好啊，也是自行化他了。里面还真有接受教化的人，他真得度了。可是自己没得度啊，自己业障习气很重啊，啊，自己依旧造的是轮回业啊，能不能出离六道呢？不能。能不能往生呢？也不能。那我造的这些业果报呢？果报是来生福报啊，所以这个世间，你在这个中国佛教史里面看啊，你看这个高僧传，看居士传啊，看这个一些山志里面的记载，很多帝王、大官、贵人，前世都是修行人，他怎么没有离开六道？怎么没有往生？啊，前世所修的修得很好，啊，还在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享福，
我们看这个世间，大官贵人呐、啊，社会地位很高啊，具有很大的财富啊，哪里修的？都是前世在佛门修的。可是现在一般修行人真有，哎，他修行的目的确确实实，他也并不是想脱离六道轮回，也不是真的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是想来生做大官，发大财。能不能得到呢？能得到，但是这个得到的利益的时候是太小太小了。啊，你做到了高官，发了大财，能不能继续再修？如果不能够继续修，你的福报享完了，就没有了。那试问问，你做官发财造不造业？想到这就可怕了。福报享尽了，业力又现前了，那第三世呢？第三世就堕三途了。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佛门的称叫三世愿啊。你这一生当中出家修行修得很好啊，就是烦恼习气没断，烦恼就是自私自利没断啊，还羡慕名闻利养啊，希望来生可以得到啊，来生得到了，这一世的修行来生富贵啊，富贵人造业比贫穷人容易。啊，你看《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做保底知县，这做官了，保底是大县呐。啊，做善，这个造恶都容易，啊，他是造的善，啊，他有权呐，减免全县呐。农民的田租，他说那个田租太高了，就是国家收税收的太多了，他把这个税收啊把它减轻，你看全县农民通通不得福，他容易做作啊，啊，一桩事情的时候这叫万民受惠啊，容易啊，他如果是造罪业也很容易，他说这个税收太轻了，加重一点，那加重一点，亿万这个农民啊，千万农民啊，增加负担了，所以做善造恶都容易啊，啊，所以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他说你要是做官的话，一个政策做错误啊，害多少人啊，增加多少人的负担呢？这个因果要背呀！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复享完了，业报现前了啊，到第三世呢，第三世就一定堕三途了，人生得不到了，所以叫三世业。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第三是堕落，这个错误了。啊，那么菩萨在饭食的时候，你看他发的愿，禅悦为食，法喜充满了。换一句话，他托这个钵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饭
是美味啊，还是不美，是柔软还是粗涩，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吃的时候没有这个念头啊，吃的时候只知道冲击啊，只知道我吸收这个养分呢，使这个身体能够健康啊，好好的来办道啊！啊，他只想到这个啊，所以念头一转呢，像真正得到的人一样啊，真正得到，这饮食不要了啊，到什么时候呢？四界，欲界有饮食。啊，欲界有六层天呢、啊，越往上面去越淡薄。色界天没有饮食了，啊，五欲六尘断掉了，啊，色界了，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啊，财色名食睡都没有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